他难道不觉得无聊吗？你欺骗了我的感情，还想让我当所有伤害都不存在，然后继续跟你在一起？不可能！石海，如果实验知道真相后，也会是这个反应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什么？就今天的电影啊。还行。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还行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女主最后靠在男主怀里的样子多美啊，而且那两个演员真的好般配啊，看得我又想起爱情了，真甜。那一幕是男主角的想象，女主角去世了。男主角自杀了。啊，对啊，是这样的呀。但这也是一种美满，不是吗？两人解除误会，到生命的尽头也爱着对方，至死不渝，这不就是爱情吗？嗯。你看的到底是这部电影吗？怎么男女主就都死了呢？这不是一部甜甜的爱情片吗？不是说打着互相救赎的噱头吗？怪不得观众都走光了。呸，欺诈。我和师宗也是偶遇。好巧啊，我们四个又偶遇了。陈淑仪，你就这么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？这明明就是我说的圆满结局啊。实验有毛病啊，他到底有没有在好好看电影？你为什么骗我？我骗你什么？那电影的结局明明就不是那样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电影？因为我在看你啊，你在旁边，我哪里还有心思看电影？要你管。